你说咱姐妹告诉我一个什么的，说你说孙丽君是多变态吗？养了几只狗，他要看着狗搞这明星，他说他没有一次超过两分钟的，没有一次超过两分钟的，你说有多可悲。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谈到我们新中联邦多幸福，一切都是真实的，一切都是面对着人性最根本的，而且在全世界像 Joe Reagan 这种人批评下，你能造得了假吗？在共产党的这种造谣界，你能造得了假吗？所以说兄弟姐妹们，咱今天这个直播，一旦要今天你认真思考的时候，从小飞象的政治庇护，到咱们在全世界的代言，包括到洗币，包括对共产党的激发，包括他这个邪教的六个本特征啊，制造邪说，主控制，洗脑，反社会，然后金钱控制，欺骗，全在共产党干了。这六条我们今天兄弟我他所有干的事我们都不能干。而今天你看到这个零这个容忍这个东西，你看看从过习近平上来的电视认罪，无数个电视认罪到今天，你觉得共产党该不该灭亡了？